是正经台湾人人有信心，欢迎收看《美食正经》第五十八集的播出。今仔日啊，咱要甲各位报告的主题是这个台湾交美国的鱼戏和伊的观光价值。啊，各位稳当小讲，哎呦啊，今仔日咱先台这个考中性教授呢，太要来讲到鱼戏这念传统的所在。啊，美国也有鱼戏啊。 各位美，美国唔是干呐牛批呢？美国还佫有两大牛批，一个是在芝加哥啊，诶，Union Station，Chicago，诶，Union s t a r Yeah。啊，一个是一八九九年建立的，进德州诶，Dallas，还有一个 Worth Fort Worth，Fort Worth，这个啊，我那是圣诞的牛批，种型的，我乃 s t a r Yeah 就是伫遐的。 卖猪卖牛吼卖羊，即、哦、个即、啊这个农啊即个啊畜产品的所在。啊，但是各位，咱就是要来个比较看，台湾人对即个牛溪伊个啊文化，交伊个传统，咱有够去个重视无？是安怎？人美国短短两百年外的历史，然而美国人会去重视？ 即个所在，咱头先话讲到即个 Chicago Union y a r 啊，交 Dallas 的 Forwards，即拢是咱的牛戏，但是因阵拢已经变做着啊国家历史的景点，国家级历史的景点。所以各位，你若去 Chicago 买去遐，啊，若去到 Dallas 就重新有去过即两个所在。所以今日要来用这个主题来甲各位做一个对角。 咱到底是要安怎来做？咱首先来讲到咱台湾的牛墟。台湾的牛墟呢，吼，即离较早清朝时代一八七零年开始有这个牛墟这个所在。啊，有一段时间曾经呢，咱台湾全部达拉到八十个牛墟，但是咱今台湾呢，今干那剩三个牛墟尔。 一个是北港鱼溪，一个是咸水鱼溪，另外一个就是咸化鱼溪。中心北去过就是这个咸化鱼溪了。这个鱼溪呢，吼，这里一八七零年代清朝时代，咱台湾农业作旺的时阵呢，这是因为着打狗交安平开港，经济开始交国际相接了，咱台湾的经济有较好一点啊。 所以讲，当时诶，农地诶耕种呢，吼，需要真侪诶牛呢，吼，啊，即牛就爱买卖，啊，即牛要买卖、啊、呢，吼，有人饲牛，啊，有人要買,买牛，啊，买对买，啊，若过去若无牛去牛去呢，吼，你就爱去揣着即个咧饲牛诶人去直接去甲买，但是你直接去甲饲牛诶人买，你也毋知即只牛，吼，伊诶性地好啊歹，啊，伊即只牛身体有,有用无？ 有体力无？所以伫一八七空年代呢，咱台湾开始有即个牛墟啊，隆重呢吼。咱他讲过，达拉到八十个。但是离即个牛墟啊，咱唔是干那买卖牛尔。离即个买卖牛的过程啊，爱有四种啊，即个测验。啊，就是讲呢，一只牛你要甲买，吼，你要看只只牛啊，安尼会安怎？ 这个蒙气啦，蒙这只牛一气，看伊个前长啊，啊有几气着对？吼、哦。安若讲伊个前长呢，有八气，好、哦，这是正常的牛。安若九气呢？吼，哦，啊，这个叫牛公啦。吼、哦。安、啊、若十气的牛啊，这叫牛王啦，这拢真少，大部分拢八气，上个就是九气安尼啦。这蒙气看伊个气啊，有健全无？ 即个牛的喙齿若健全，表示这只牛身体好。即交马的马尾嘛，相像马嘛是看马的喙齿对啊来了解这只马哦有用无？咱的祖先呢嘛是有即个智慧，咱台湾人的祖先嘛是用蒙牛的喙齿来看伊的身体有用无？啊，除了蒙齿以外呢，咱过来甲齿下。 啊，就是讲牛墟呢，有个哦小型嘅餐棚，好，只只牛呢，咧，咧犁，啊犁即个餐棚啊，那犁得表示讲只只牛训练得袂歹啊，直直啊去扭即个犁啊来犁咱嘅餐棚犁得，即犁铲呢吼、哦，要犁得真是困难呢，要犁铲简单啊，但是你若犁出来 S 型嘅，这個、就袂使，所以要犁直直就对了，所以呢，去犁，看只只牛。 有训练了好无？啊，训练好，技术当然较悬。啊，除了饲牛以外吼，咱、哦、过来试步吼，即、哦这个啊、哦、来看即只牛啊，伊咧行路有稳无？啊，看即只牛咧行路有稳无？啊，咧行啦，安尼无啥稳，劈咧劈咧，即只牛就较无够力就对啦，较无稳重。啊，即牛要拖牛车，吼、哦，就爱脚步有稳，吼、哦，安尼来看伊诶步。 有稳无叫起步了，对啦。啊，搁第四个科”试叫做科车，科车呢，就是叫即只牛呢来拖牛车就對了，对。啊，所以即次要考即只牛，伊咧拖车有力无？哦，啊有用无？这科车即、這个科”试呢，吼、哦，是叫即只牛来拖即只车，但是即只车未当是空车，所以讲要安那来考即只牛有力无？ 过去你甲想讲，用心做囡仔阵看阮台南这牛牛车咧载迄甘蔗，吼、喔，安尼一载即大载，吼、喔，啊这甘蔗咧吼、喔，要贴的时阵，咱台湾人安尼贴甘蔗，甘蔗背吼、喔，啊安尼非常重，一背安尼，吼、喔、七八十公斤起哩，啊咱台湾人安尼起来，推到牛车顶，推到牛车顶咧吼，这個、甘蔗贴好咧。 要对甘蔗园拖起来，哦，劳力呢吼，迄田园拢有一个眉嘛個、哦，啊，有一个坎有差别，所以即只牛要有够勇才拖下去，哦，爱吃才拖下去，啊，无简单拖起劳人呢吼，这牛咬甘蔗，连劳连走啊，啊，你像中信阮只曾客银啊，阮拢会去吊牛车尾，哦，各社放恶啊，分大径路，看着牛车。 拖过甘只呢，我来去吊恁牛车买，所以这牛爱牛力啦，啊，所以讲要安怎来靠即只牛牛力无呢？咱来祖先真有智慧啊，将个牛车链甲紧起，即个牛车链用即个茶甲用槐那甲拄个袂袂断了对，吼牛车链袂断，啊牛车链袂断呢吼，牛车顶面搁徛人，徛五个六个了 啊，徛愈侪人愈重，即只牛搁拖来行嘞，表示即只牛体力好嘞，对。所以讲安尼经过这四个四个考试，吼、哦，这个考车，吼、哦，啊蒙起，吼、哦，啊试雷，吼、哦，啊科博，安尼考验过這，即只牛若真正赞嘞，吼、哦，也绩效就高啦，绩效就高。所以咱离这个牛墟在做这个牛的买卖,賣有这个文化，但是咱。 针对着台南地区真济学校诶，国小、国中诶学生，因问者咧吼，差不多有一半毋捌听过牛墟是啥了。着。但是牛墟啊，即较早是咱诶关光牛诶买卖诶中心，所以伫牛墟人真济。啊，伊毋是敢若卖牛，伊佫有牛诶配件、牛车诶零件，啊，伊今呢去遐卖即个膏药啦。 卖食品啦、哦，卖面啦、啊、定价饮食，甚至卖衫，各方面嘞吼，拢是鱼戏遐个啊瘫痪嘞吼来遮集中嘞来遮做生意，所以变成着今啊，咱台湾还阁有鲜花、咸水交北港鱼戏，还阁是一个观光的夜市就对。但是咱的政府对因无协助，嘛无去强调着鱼戏即个历史交传统呢，所以人民是去遐洗夜市。 啊，四下区毋是逐工有呢，所以啊，而、哦、即个八干五鱼啊，是每个月的三六九才有八干五鱼。啊，若是显化五鱼呢，吼、哦，是讲啊二五八，著、就是十二号、十五号、十八号显化五鱼才有呢。啊，若咸水五鱼是一四七啊，所以各位你来看，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安尼即代表什么意思？ 咱先苦困咧，吼，确定个再来各位各位做报告，感谢。欢迎登来民事基金个现场。咱头拄仔讲到，咱台湾剩三大鱼虾，但是伫北港鱼虾呢？ 每个月，敢若三六九，啊是十三号、十六号、十九号，有只个摊贩呢，会去北港鱼市做生理。啊，你正有法度去遐踅街，去遐食物件，去遐买物件。啊，若神话鱼市呢，就敢若二五八，咸水鱼市一四七。啊，这代表啥物意思？这豆价拄啊，急九九。 安尼表示讲，因是共一批人，伫北港无锡、咸水无锡、交仙化无锡，起啊造成你的瘫痪，是共一批人。所以你三六九伊去北港，啊，来二五八伊来仙化，所以敢若迄段时间，你会当去仙化无锡呢。哦啊，咸水无锡嘛是安尼一四七。 所以，咱政府对因无去关心着遮，所以因爱奔波三地去做生意，安尼才有法度趁伊的生活着。对，这互咱感觉真可惜。这一个牛溪的文化，代表着咱台湾人农业社会吼拍拼的精神。啊，真离一九九零年代呢，咱台湾招咧用牛料呢，即个牛溪就开始没落咯。 完全无牛，等于拢无牛会买卖啦。啊，拢是咧做野吃安尼尔。但是咱无建筑物，咱无历史会会古，咱少年人嘛，毋知影遮，安尼伊诶观光诶价值就丧失去啊。所以咱今就要来甲各位报告，咱来甲看美国人，美国人人安怎来善用因诶牛去。咱头拄啊讲着 Chicago，芝加哥。 这芝加哥，这个 Un ard, Union s t o c y a r d c h i c a g o Union s t o c y a 这就是进芝加哥伊个地标啦。伊个地标呢吼，过去芝加哥美国人真侪饲牛嘛，啊，饲牛要买卖呢吼、哦。因交咱台湾人无相像，咱台湾人传统上无食牛。 但是美国人因传统上要吃牛肉，因有牛肉，所以伫 Chicago 诶 Union Station，伫即个过去呢吼，伫一八啊六五年战争啊，当时啊火车也未有遐尼普遍，所以当时一家牛贩啊，要买牛啊，是去即个饭店，着、就、叫、是、Tavern 即个饭店。 啊，买牛诶，交卖牛诶，牵来饭店遐，逐个小赌大家买卖就对。但是美国伫即个一八六零年代，铁路诶兴建就开始普遍起来。所以美国伫芝加哥地区啊，即、这个芝加哥伊当时啊，伫一八四八年啊，敢若有,有一间叫牛头，一间啊萨亚。 啊，波黑，波黑呐，甲只患者代，代，意就叫牛头，这牛头诶，即个买卖啊，中心俩。但是，一八六五年，当时因为有五大铁路啊，五大铁路载着牛啊，来到 Chicago 来做牛诶买卖，所以伫 Chicago，呐形成这个 Union s t a r 由即五大铁路，上牛来遮买卖了对，所以美国人伫芝加哥所饲诶牛若買買，若要买卖靠着即个铁路然後来运来即个芝卡哥，啊里下兴盛买卖场。啊，因为美国人阮也太牛食牛肉，所以毋是敢若我爱牛咧买卖尔，即、這个牛肉嘛里下咧杀了对。啊，迄阵甚至嘛有咧太低咧，美国人因阮也有饲猪，啊阮也咧太低，所以。 这个芝加哥的 Union Station 离日出大战进程啊！哦，是全世界上界大诶屠宰中心着对，哦，上世全世界上界,界大诶屠宰中心，杀猪、杀牛，啊，搁买卖牛。但是离二次大战了，人类诶交通呢，就无再搁再只能强调铁路了。所以离二次大战了。 公路的兴建，高速公路的兴建，卡车、汽车的使用呢，使得各地啊，因了无需要将这牛啊，无论是要抬还是要卖呢，吼，再去斯卡谷。所以二次大战了，斯卡谷这个 U.S.A. 伊的重要性就大大下降。啊，来啊，到一九七一年呢，吼，哪贵哪关起。来一九七一年呢？ 而即个美国呢，吼形成分散式诶，牛屠宰、啊包装以及买卖的中心分散式，都不集中来芝加哥。但是因美国人知影到美国即个传统是作，大家人来解保存，所以离一九七二年呢，哦，芝加哥拿指定到即个 Union s t o c y a r d 变作是美国的一个哦啊国啊即、這个历史哦。啊 历史个经典着对，美国啊，芝加哥历史个经典个地标啦，啊，离一九八零年代甚至变作国家级个历史个经典。所以讲各位即马若去芝加哥呢吼，拢会去啊看这个 Ulysses Day，r 即一个历史个经典呢。啊，毋是干那芝加哥安尼做尔，一、這个德州啊啊，Texas 啊，有一个所在叫 Dallas。 即个 Dallas，即个德州上界大一都市呢，中心拢有去过，卡哥我也有去过，Dallas 我冇去过咧，我拢是去啊，甲咱的台湾人里遐去甲因做面励，去甲因访问啊讲话啊，甲、哦、因做会谈得对，我去 Dallas 啊，来听一个代教来做报告的时阵啊，即、这个代教呢来带我去即个 Worth, Fort Worth，Fort Worth 即、这个啊 Staia 去遐参访。 啊，即、这个啊，Fort Worth 是得斯达雅呢，这业力数较慢，伊甚至比咱台湾的牛戏较慢，伊是伫一八九年一九年才形成。啊，一八九九年形成了呢，吼，加州、这个、啊，即个德州业牛饲大只了，要买卖呢，吼，著由这的即个啊啊饲牛的，诶、呃，因讲叫牛仔啦，叫 Cowboy。 靠步行呢吼，赶只牛呢，去哩火车顶，啊！只火车龙啊载只牛来到 Dallas 诶，Forwards，然遐做集中诶买卖，啊叫屠宰。啊，Dallas 唔是敢若牛俩，伊个有马诶买卖，啊个有羊诶买卖。啊，Dallas 我印象中就无第诶屠宰甲买卖啦，因为南方呢啊，即、这个 Dallas 较干燥呢。 较无适合饲猪啦，所以达拉伊就无猪的屠宰交买卖，所以伊是即个牛为主，啊马甲羊，啊伊前呢吼，离即个日出大战了，嘛是交卡五相像，安尼慢慢啊没落，没落了呢吼，随着公路取代着铁路呢，即、這个德州因做者牛的买卖嘛分散伫各地咧买卖。 啊！你要买牛的人、买牛的人，你用一个小的集中点就好，毋免坐遐长的火车来去到 forwards。所以讲，你即个一九七零年代呢，啊，即、这个 forwards 伊嘛是缩丧失掉即个牛啊，交即个马交羊伊的即个集中买卖的集中市场的地位。但是，让因 forwards 安那做呢？ 重新重新去遐参访因保留着遐个建筑物，啊，遮个建筑物呢，本来是咧买卖牛个，但是人即马改转做观光美食诶，观光餐厅诶景点就着。所以你去去到 f o r w a r s 啊，你会看到因美国诶牛仔啊，因所啉诶，秘鲁啊，啊，因所食诶面面包啦，啊，因所食诶、啊、美食诶饮食啊，而即、這个因即。 拢用啥物做诶？即个结局本呢？伫内底林美路呢？吼、哦，啊来回顾到因美国人过去开发诶时代，因美国人安怎来饲牛，安、啊、怎来拼伊诶生活，啊来拼伊诶经济呢？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一个足好诶观光景点。啊，大家去遐就是咧等啥货？咧等着伊即嘛，各有即、這个穿着古装诶牛仔，穿着古装诶牛仔呢？ 啊，赶着牛呢，就对街道的迄边呢，啊，佮慢慢啊，佮赶赶来，吼，国语咱这个关公古店遐呢，吼，互咱的关公客会当去交牛接近，啊，会当去交这个牛仔呢，徛伫马顶面呢，啊，来翕相呢，吼，啊，所以讲会当吸引着关公客，所以靠近 forwards，因要个是啊，保持着因美国人当时伫十九世纪。 因咧卖牛，迄个牛仔诶穿插啊，因卖牛诶方式啊，那赶牛上火车啊，所以像即个人因拢改保留起，来。即、這个国家才会强。所以咱用咱台湾咱诶牛墟诶文化来交美国啊，Chicago 交 Dallas 即个牛墟诶文化，让美国人保持甲真好啊嘛，改转做会当吸引观光客，变做地标诶 Chicago 诶 Union s t a t i o 啊，个 forwards 啊，诶，即个哦，吸引观光客诶，即个观光古点呢，吼，安尼咱会感觉讲，咱台湾人对咱家己台湾过去咱个神话、牛墟兼水牛墟、北港牛墟遮个文化咧，咱无去家己重视。少年人毋知影即个牛墟个文化，啊，咱即卖现代人到是是去到神话牛墟、咸水牛墟，嘛是敢若去啊？食街食即个。 哦，即、这个啊，食寡小吃哦，啊买衫安尼尔啊，甚至伊内底会瘫痪呢，伊咧做生理哦，嘛无人工做好做，所以政府就要来强调即个地方个传统文化交历史啊，来学习着美国人个做法呢，咱来从神话、游戏、咸水游戏、北港游戏呢，会当有当，互伊来，互咱个人民了解即段历史。 啊，买来即个观光啊，伊个牛墟哦，伊个环境啊，伊个建筑物的营造呢，吼、哦，互咱会当回顾了解咱台湾人嘅祖先，伫即个农业社会，咱是安那拍拼，了解咱嘅祖先所行过嘅路，咱嘅文化，咱嘅历史嘅机会，美国人因嘅做法会当讲，互咱台湾人做一个真好嘅开始，所以啊，即、這个，森林，森林管政府。 台南市政府呢，也要来、啊、学习着美国即个达拉斯交芝加哥因的做法，来发展着牛墟的文化，也、啊、来吸引着较卡济观光客，营造更加济的工作机会，或者摊商会当生活越来越好过。感谢各位即礼拜收看，咱后礼拜再过来甲各位做报告。感谢各位。